不得其解的爱情问题啊！你好，我是男友黄振宇呐。这位女生投稿说，她嫁给她老公10年了，可是呢，在这10年之内，她老公的姐姐，你是外人，为什么要打扰人？说你是外人，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弟弟？哎，这个有点过分了。甚至呢，她的老公的姐姐会去他们家中去借任何东西，拿走任何的物品，直接讲，哎呀，不用跟你老婆讲了啦，直接讲，哎呀，不用跟你老婆讲了。然后呢，她最后补充一下，那个东西在那边，曾经不要开门。弟弟